么做一定有他的考量。我不是问你啊，我的材料建议啊，就是出了什么水情干得出来吗？骂脏话。他刚办完演唱会，他应该用丹田讲话。我可以边跳边走。他是唱跳歌手 ，OK。直接跳起来。OK。我当然要尊重他的意见。他有什么意见？亲你哦，帅了啦！好，美珊来亮相，哎，美珊姐，你穿这样好漂亮。我从来没有穿过这个，你也羞涩一点，好。好了，你又在每天穿呢。哎，队长，你看美珊姐就哪里不一样？时间就快了。你瞎了？这是江祖平的对答。面子都已经给了，在小孩子面前不好意思了。好，果然是我兄弟。好，最后就剩下两个担忧的家长们哦。我是担忧一凡，担忧他，哦，担忧他，对对对对，我要来放松重点。我跟你讲，真的过不去这个坎。